欢迎观看有关 ISO IEC 档案范围的示范。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实验室能力、公正性和一致操作的一般要求。我是汤仲洲博士，我将指导您完成本节中概述的关键方面。本文件概述了实验室为展示能力、公正性和一致操作所需的基本要求。这些要求确保实验室无论规模和结果如何，都能保持高标准并提供可靠的结果。本文件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其广泛的适用性，它旨在与所有从事实验室活动的组织相关，无论其雇用的人员人数有多少，无论一个只有少数员工的小型实验室，还是拥有广泛业务的大型组织，这些标准都适用。本文件被各个利益相关者使用，实验室客户、监管机构、同行评估组织、认证机构等使用此文件来确认或认可实验室的能力。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框架，这些实体可以依赖该框架来确保实验室服务符合标准。